两百块，存三包两百块，有米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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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牛二两，哎，这个是零包，是吧？牛二两，不然牛二两先别卖啊，牛二两只能杀七八两，至少得要，那鸡腿这个可以烤，可以煎。哦，都拿出来，其他机会来三百块。三百块两下，来，一包牛二两的，来赶快三百块，不好意思，牛二两只有四个客人拿得到，来三百六，三百六，各位美女好，好久不见，兴奋了喽。什么名啊？三牛二两呀。 来，牛二两呀！哦，来，老板，老板，阿你过来，前面牛二两要内蒙啊？我叫你买内蒙啊！哦，没，入内蒙去了。来，这两包是我的。那小哥包过。哇哇，后边抓春节小姐工读生啊！阿妹，我阿十八岁，工作阿八，两班，两班，两班。来，阿过来，没有牛二两了，过来是柠檬的哦，柠檬吃小腿一样可以烤，可以煎，你渴望，你来了，来，我们进来，赶快上班，快。来。 两款冷包冷金蛋哦，恭喜你，我卖三百多箱啊，也等于今个等啊，也等于七八公斤价好价，来冷包货啊，都。两百。有二，哎，这是柠檬的，柠檬吃小腿，两百块来，这个好吃哦，这家伙叫来冷包货来，刚刚要赶快赶快，来柠檬吃小腿来赶快，要你这几包八啦八百的没有，我这边冷包冷包，来啊，都有三包八条来，这样你自己可以出来开啊，你给我开啊，你给我点价，对对对，来冷包货来。 柠檬吃小腿都买到了哈，最后三包了，来三百块来，三百块，柠檬吃小腿最后一个，来三八三八三八龙王啊，来我出来啊，哦来，那我谢谢来，不明天来修，谢谢，成啊，我成啊，我一份，这一份，我一份，三姐来过来，谢谢，看这我一，哇，爸爸，来小哥来，小卷，小卷来了，小卷来了，来小姐，小哥来，小哥来，小哥来。 来小哥来，阿个请上来，来阿边啊，陈大哥也来，来大嫂谢谢，来阿边吃多哩，阿你过来吃啦，蛤蟆蛤蟆卖没有？蛤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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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蛤
一定要米花明天会有吗？他如果有拿的话就会有。通常礼拜六下午的东西，礼拜天早上会有。哎，你那不要煮蛤蟆呢啦，啊，不要蛤蟆买那差嘛，煮汤啊。我下一样啊。两年了啊，我听无。五百。系啦，一年啦，你五百，你五百啦。啊，只先五百。但系咧，群两个人嘅。但系你用钱啊，我未起价，我系讲啊。但系群两个人嘅，只两公斤，我两包，系两包好啊，都用三百啦，系两百块。啊，多啲要两包，来最后一位咯，多啲两包过来，小姐过来，来两包咧。这阿姐，这阿姐，见关门，关门。来了，爸好不啦？阿姨不啦？好，谢谢，阿姨不啦？玻璃，四五，二来，阿什么吃虾啊？来虾啊，来虾！来，我爸。乖乖，读书哦，我带你阿娘去看的。
看起来咱的身多诶，有漂亮吗？超漂亮的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用买500，你也不用买400。哦，啊，你若要较济，较济人要吃，你要上无够，你家己斟酌一下。这里四个客人，一个客人不用500，不用400，300块，来200块，200块来要吃虾啊，开200块就完了。来200块，来帅哥，谢谢，要上无够，先甲你讲哦，都变多起来哦。来200块来，贵也要吃虾啊，进来。来200块。来虾子200块，还有人需要虾子的更多块哦。吴正义，你好。啊，一批人家拢要上分尔，人头买两份，买三份，你出来买几份？有人买两份，来海北虾200，拢准备了啊。几个？七位，虾子七位，好不好？七位，来，我先把小哥请进来，做什么呢？拜你家人。来，你就去买了啊！哦，来，阿金经理，本来要吃麻风哈，来，柠檬鸡腿排来喽，出现，超级好吃的鸡腿排，来，请可以有一天的柠檬鸡腿排的欢迎啊！哎，对啊，来，三个人给来一个二十几三百杯，来200块我的，200块来柠檬鸡腿排，直接给你了，不用等了。来，柠檬来给200给你，来200块来。来，超级排，大哥要来柠檬鸡腿排啊！老板请，两倍吧。来200块，柠檬鸡腿排，来200块了啊！来200块，来几个人拿到了？我讲柠檬鸡腿排不搞啊，红哥。来，总监你好，我。总监你好。看我来，我给。来柠檬鸡腿排，来200块。来赶快。来小贝吧。来柠檬鸡腿排，还有人没拿到的吗？快点，拿起来的，我立即就想请我雇员工去。啊，做虾吧！来200块，几箱进来看看呀！来200块来，柠檬鸡腿排这么贵，这些对他们发货来200块，够了不够了不？柠檬鸡腿排通通买到了哦！好，谢谢你们，来，我们讲算你逃车。哎呀，你停，你停好。来，算逃车卖500，要吃台400来300块，我都有要求过。我靠，超呀，超大块的，来一人一份，来300块给我来，算你逃车。沙巴红烧的小烤肉，来沙巴肉，烤肉就是鳕鱼下巴，就是鳕鱼的下巴哈，热蒸热吹，哦，阿热几隆重好吃，来每个八七八来沙巴烤肉，台湾阿姨要吃了，不算烤肉来，我倒亏了，等我做起来，真的很大块，哦，这种门厅的沙巴烤肉，太豪华了，来沙巴肉，来鳕鱼烤肉，还有人要吗？还有人要吗？快走。来沙巴烤肉阿姨来了。还得给我加多少？来沙发喽！来沙发喽！来沙发喽！哎呀，你加500块了没有啊？你跟那客户好朋友去收账，那你不偷偷啊？我先跟你讲的啊，你去房间底下看看相，看要来没有啊？哦，今仔日物件吼，足多，同款足多，但是量无多。哦，来，免500，到时我去管，你再看500个的。我看是伤紧了，来300块来，赶快哦，最后一个来。快找的，我来了，不啊，没有了，四个最好了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拍摄，你这样子经验啊，我这个修的酒店的高贵要求啊，对，这样，看见我在打，修理来换架哦，你们可以了，可以的，不啊了，来三八零，一人送最快，来这几人下来，光棍来，老多来，拍摄啊，要求高多少？来，阿要吃鲤鱼，阿要吃龟头，哈，好，我讲嘛，不要吃。来，要吃鲤鱼，多少钱？存几块啊，红哥？来，好。全部了，对不对？全部了。哦，存几两？来，300块的，鲤鱼要300块。来，三家的，来四家的，瑞亨、瑞昌的，瑞锦龙和家，来几个个？我要求这单多少钱？啊，管大爷，赶快啦！6000啊，进来，进来啊！来啊，300块了。对啊，来300块了，没吃榴莲嘛？对，他们看了这3块5是这样大块的，你买就好去啊哈！来300块，300块来。进来啊，进来啊！来300块，来200块，200块，来榴莲300块，下手看咩嚟啦？来300块，来赶快啊！来300块，来进来，来你掏钱掏钱掏钱。谢谢。不如我等我等下后边来包啊！哎，你别紧张嘿，一定会好的。来300两，留一下300块啦，进来。来最后两位喽，没有犹豫喽，快快点喽，来三八。来留一下三八，进来不啊？够香不快的，够快了哈。谢谢，那等下再卖了。真多谢，真多谢啊！我们进来三八吧。总监你好。
我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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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留意下，我留意下。有啥会无安尼？嘿，因为拢伊哈，我好惊伊尔。来，最后一个三百无啊？没有了，有鱼，最后一位了。来，大哥要来，结束哦。没有了，今天也没有鱿鱼了。今天也没有鱿鱼了。来，开始下分。喂，卵丝鱿鱼没有，花枝跟草鱼剩下花枝。要冰块，冰块，今天我放。来啊，小哥，来，开始来拍分，好，第三个再来，好，来。这行啥？啊，这来领导，这边来领导啦。这来领导，这边来领导啦，这边来领导。麦克风好吧？这红的领导啦。啊，你老爸听我讲来，你看人听我讲是。来，有水无？这领导真的很漂亮，身多啊水。来，有要几啊？免五百，免七百，来三百块。三百块来买一桶。来三百，咱这边买好你来，等于咱这这行，吼，咱煮米烧拢好食。来，这两块来，这两块就五百块了。没五百，没四百，但快三百块来，叫一个人给加百几多？来三百了，三百，三百，有人要吃鱼头无？三百块，我乖，要吃鱼头。乖哥啊，一罐了，等下无咧卖红鱼头，来三百块，来这边过来，留来，留来，出去来，来三百块，谁要买一桶的？中国块，三百块，我只卖三位客人，拿钱快点，来三百块来，买一桶三百，几个人可鲁，然后你请饭要买鱼头，你看够够凶。这五百要卖咩？三百块。来，你三个要卖多？来三百，三个人要卖多？给你欢喜啊！来，找你两百。最后两块要追头，来三百块来。有没有笑啊？啊，今天等一下可以啊？你是要做咩？三百块，一点，两点，总共三点零。来，三百块来，进来。最后两块要追头，还有人需要吗？来三百六，来进来弄完哦，你好。小姐要不要？很新鲜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快去升桌。这个门都没有人。三百块钱，三百块钱。现在是两点二十，现在是两点二十。我北北啊，为什么说为什么我要说两点二十？三百块，因为通常会在四点的时候，我会在四点的时候看后面升多少。他现在才，现在是两点二十。所以我会在四点的时候看。阿妈出来上台，阿妈。阿妈来，阿妈出来五杯来，我来先两杯，好，谢谢。来，阿妹吃鸡腿来。面对这个画画变变来，后边大，后边大都大地里，哈，都去哈边来。来，这是柠檬汽水，哦，汽水来大鸡，这大鸡啦，小大鸡啦。来，我因为今天卖的速度现在，来，我们讲，现在两点二，三百块，三百块来，大概有稍微超前进步一点点，但是接下来会怎样不知道。来三百六，来三百六，哇，多啊，这个没有，来两个人接下路。三百六，三百块，你怎么变成可以？可以哦，两个人给两百啊，来两百六，两百进来哦，两百块两个人，来两个人，来快点，这多少啊？你有啊，你有，我给你。来，你，来，我帮你开了。开车买一千，开三百六，来五百块，下地吧，来五百块来，来两百六，别错错，他给你加两啊。来，土锅鱼五百块来，来这样给两给，等一千来。来三点等一千来，五百块多。五百块来，四点等一千来，来五百六，来五点等一千来，来五百块来三。好多了，太辛苦了。好多，来五百块来。好多一样，好多一样。没有错错吧？来五百块，大哥你要一份吗？大哥好快啊，中秋节快乐哈！来五百来，最后一个人给错错，没有错错了，中秋快，来五百。要几份啊？我这来去，来要吃鸡排哈，鸡排我拿袂得来。来阿爸吃两杯啊，来爸吃两瓶酒了，有啊？别倒霉啊，对吧？对啊。对哇，你看我纯粹要去收两部啊。好了，刚才你啊，刚才你啊。四位客人而已，没啥吧？来两百块啊，拢装开好啊，这把枪开好啊。来两百块，请坐前面来。三号的，三号的，三号一。这两百块面条，八几来的？来四位而已。来六位而已，八位而已，来十位而已，来两百块，请坐前面，八几来的？来两百块。来两位，加八位而已，加十位而已。来两百块，我再跟你四个客人而已。再跟你讲，没有喽。来吧，现在两百六。来，别看给你来两百块，是啊，别别别啦。现在放几位？别看到你啦。来两百块，一个买哦。哦，多少？别少啦。来两百块，来八一啊。两
还有啊，就是三千多块钱来两百六来，再给我一百。来吧，要不要两百六？两百块六，阿哥你够了啊？三号完了，阿哥我们买不起啊，买一头了，来两百块。两百块，现在两百。我比你买贵箱，你那箱都卖啊呢？来两百六，我讲。啊，其他多少钱？最少你少买点，我收起来。来两百块，两百块来吧，其他。两百两百啊，现在啊。来两百块，来两百块来。两百两百两百，现在啊。来买点啊，最好两百两斤的，我都无阿爸。你冇加冇西啊？不用包车啊，不玩了不啊？最后一位老爸现在补了，来两百块了。什么结婚啊？三千多，多少了？多少了？什么结婚哦？来来来，没补啊？没补啊？没有，都你卖都一部分。爸，现在我卖完了，真的拿啊，我一看条件，拿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看一下，没关系，来第一百来，哎呀，好，来下次刚才下次下次，留下来，留下来。来台北多上倍啦，是的啊，感谢喽，谢谢，来过来，谢谢啊，帅哥来，谢谢你们，来，来来来，慢点啊，来铁路出彩了，哦，这小伙子来，哎，非常给你啊，我那六个孩子的嘛哦，老老分，有人有份，他说这个用好的好处，他说的哦，啊，底下伙计来。用心得了，我一定要用好的啦。来两地的，就一高三、三地、四地而已，五地而已。等你一下我来两百块都，铁路出牌两百块，那好些。来六地而已，来七地而已，两百地而已。来高铁来十地。今天看到了就行车啦，今天哦。铁路出牌，来两百块啦，大家今天啊，来三地、来四地、来五地、来六地。来七点八点哩，来高点十点哩，来两百块。两百两百两百。来两百，铁路出来两百块呢，对不对？好，来这个，来铁路出来两百八点哩，两百块呢，两百块，通通给了哈。是啊，你讲啊。阿快铁路出来多少了？回家呀，过来，两百来，来四来五来，来六来七来。对，来过来，过来，来两百块，来两百块，铁路出牌两百六，两百块，铁路出牌，来两百三十四，五六给你，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对，高点十点，来两百六，两百块来，那边那飞机啊，起来哈，两天坐那边啊，不飞机起来啊，哎，哦 ，OK， 来，进来，进来，来两百块。来两百块来，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好，好不？来六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十地，来十地，我哩啊，来十地，我哩叫你干啥呀？帮我开台，开台有啊，很多，我给他几箱，来六地，来十地，我哩来，哦，我们叫你点单子，来两百块来四地，来六地，来八地，九地，来十地，来够三百块的几百呢？铁路出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铁路出牌啊。我记得双车地瓜已经没了哎、欸，我记得双车地瓜已经没了。两百几百无啦，我被包完了，我被包完。来虾仁啊！我记得之前有讲双车地瓜已经卖完了，已经没有货了。铁路出牌，来宝贝，铁路出牌吧，进这黑胡椒，这袋子这比较好，这个比较适合烤。来，赶快两包过来，三条的，来四条、五条的，来六条的，来七条。来八点，来高点，十点而已。来，你下趟给你两百块喽，试试黑胡椒的。来两百块来，黑胡椒出牌了，谁要吃的赶快。来两百块来，四点，来六点，来中间八点、高点、十点而已。来两百块，来这么久吗？来黑胡椒出牌，两百块赶快哦。重庆小姐妹的红包进来。喂，黑胡椒瑞行请加盟。来两百块来，来三点，来五点。来七点、八点、九点，来十点，阿姨来两包，还有加猪排，够三百块没？都买到了啊、哦，真的好吃哦！阿姨来，给你，由我来，这没喜欢过了，今天那我这几百家伙去了。你准备好了，今天买回家。来两包，来进来，来七点，来。老师傅你好，师傅。十点来，八点来，十点阿姨来两包，来七点半哈，哎，七点以后。没有鸡排吗？有，有啦。这个姐姐问一次，你问一次，有我就说有，很多。来八点，来十点，你来两百六。来来来，这就问咯。谢谢，还有加猪排，有啊，有加牛排。来，过来啊，这边吃下鸡排啊，千万两张鸡排啊，去。好，几多啊？来，下元宝五百块，下元宝四百，三百块都很大啦，就合理啦哈。来三百块来。来三百。龟龟蛋，三块这边。
哥，你开皮拉太小了。好嘞，摆到那玻璃啊，小弟啊。来两个。来，三百块。别买起来，玻璃啊，小弟，我刚买几瓶酒。三个。来，三百块，今天最好刮到两块的。最好一个。好。你敢分来几的？我两块没几的。来，三百嘞，最好几人喝啦。没错呀，四个最好了。来，最后一位老乡嘞。来，赶快，赶快。双色地瓜一包两个人吃可以，一包两个人吃 OK。双色地瓜我已经吃两包了，还 OK。三包好存少点，不要紧的，啊，再多放几盘的，都准备了哈。好，谢谢啊，给几百啊。喂，五百，五百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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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几百，再给两个啊。哦，很暖心啊。这个过来牛排，过来鸡腿排。三百块钱就八万，三百块钱，三百块，好嘛，好嘛，三百有，三百七十多，还是就一件呢，对啊，兄弟，没有啊，我反正三百一件都没，我给你啊，先讲好嘛，我叫明天都给你听，明天就不会来了，哎，他咋了？我今天就完就完，来，三百一回来，多你有没有余额？外边好些余。